我这边来，拉开一点点。拉开一点点。嗯。你再看，你先，你先。对，看，看，看。我跟老板没法过，不干净好吧？好，我慢慢走吧。 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哦！我踩了个钉子上，一会儿你帮我扔远点去。哎！主要是我一贴歪了，我想说，哦，怎么办？ 我要不把它挣回来，然后就摸哪儿啊？那，你摸脸就好了。你有见过摸鼻子的吗？有啊有啊。不信，我也搓搓你，你看。